如果你过了，给你十个币。来，如果不给我一个，来，你们导演组哪两个人来试一下？我就要哥哥试。来，你试一下，真的。我接住了，你给我十个。对你，我给你，你一次机会换一个分贝给我。是你们所有人商量的，还是你自己？我们所有人商量的。对，我也没十个币，对不对，哥？张远，你说呢？那当然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们要先试一下。但这样，我还是你们都试多少次了？试啊、快点，我试这个啊！不对啊，不，不用试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万一你接住了。也可以考虑换个嘉宾，其实我们还是没有来来来来、啊、这个姿势我说实话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先讨论那十个的事。对不起，哥。小鱼的言论仅代表他个人。啊，我刚刚其实根本没说话，对，我不同意的。哎，是和我跟苏海哥和让让跟张远的态度无关，好不好？也祝这个小鱼以后事业顺利啊，在演艺圈大红大紫，好吧？刚才来了一阵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对，后面还有好几期，导演，我们四个就准备临时开始组一个组合了。我还是回道具组吧。